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鲜血王者。今天我们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，如何用一根木棍测试我们的核心稳定？这也是一次核心的一次挑战吧。我们会做的可以在评论区艾特我，或者说评论区见。我是鲜血王者，我们一起来测试吧。Let's go。转发收藏。